大家好，我是甘。这篇文章呢，我是在网络上找到的。那么现在我今天给大家听，这社会，女的拍照拍胸，男的拍照拍车，谁知道胸是不是挤出来的，车是不是你的？如今，没结婚的像结婚一样同居，结婚的像没结婚一样分居，动物像人一样穿着衣，人像动物一样露着肉，小孩子像大人一样成熟，大人像小孩子一样幼稚，女人像男人一样野蛮，男人像女人一样娘们，没钱像有钱的一样装富，有钱像没钱的一样装穷。慢慢明白了，带300块的表和300万的表时间是一样的，喝35块的酒和3000块的酒呕吐是一样的，住30平的房和住300平的房孤独是一样的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你内心真正的快乐是物质世界永远给予不了的。抽10元的烟和抽100元的烟都会得肺癌，坐头等舱和坐经济舱失联了一样都回不来。所以想明白了，知足常乐，和谁在一起活着才是最重要的，谁能陪你才是最难得的。当你向上爬时，记得对遇到的人好一点，因为你掉下来的时候还会遇到他们。人只有落魄一次才会知道身边剩下谁，生活已不易，且行且珍惜。那么今天的文章就到此为止，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甘。这篇文章呢，我是在网络上找到的。那么现在我今天给大家听，这社会，女的拍照拍胸，男的拍照拍车，谁知道胸是不是挤出来的，车是不是你的？如今，没结婚的像结婚一样同居，结婚的像没结婚一样分居，动物像人一样穿着衣，人像动物一样露着肉，小孩子像大人一样成熟，大人像小孩子一样幼稚，女人像男人一样野蛮，男人像女人一样娘们，没钱像有钱的一样装富，有钱像没钱的一样装穷。慢慢明白了，带300块的表和300万的表时间是一样的，喝35块的酒和3000块的酒呕吐是一样的，住30平的房和住300平的房孤独是一样的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你内心真正的快乐是物质世界永远给予不了的。抽10元的烟和抽100元的烟都会得肺癌，坐头等舱和坐经济舱失联了一样都回不来。所以想明白了，知足常乐，和谁在一起活着才是最重要的，谁能陪你才是最难得的。当你向上爬时，记得对遇到的人好一点，因为你掉下来的时候还会遇到他们。人只有落魄一次才会知道身边剩下谁，生活已不易，且行且珍惜。那么今天的文章就到此为止，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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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等你跟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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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的爸爸的爸爸，喂，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，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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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